六供恐惧流言日，王莽迁供下誓师，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给您续上一杯茶，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品。听大禹，话说宋朝，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搜索大禹茶馆，选择收听。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咱们说到下令平叛，王继恩奉命伐蜀，经略灵州，李继迁御下东南。现在还很幸运，就是灵州啊还在宋朝的手里，李继迁呢还没拿到它，托辽国人的福。汉人的军队呢损失很大，赵王义暂时啊就把灵州给闲置了。哎，但只是稍有转机呢，宋朝的军队就会冲出边境，以灵州为基地，开拓大西北无边的疆土。所以现在李继迁呢就盯上他了，他不管这时候力量和局势，就是要出其不意的把灵州拿下来。怎样？这是个无理手，没什么道理他就发力，但是他运气就这么好，正好碰上了王小波起义，无情的事实就在这明摆着，如果你不管，那么他就会成功。局势逼迫赵光义无论如何必须做出反应，他可真不想两线同时作战，但是不行。那好吧，咬了咬牙开始在他的将军当中挑选既能打还听话的贴心人。老天保佑啊，他还有一位能与汉武帝的舅子将军群落相媲美的将军，一样的骁勇，一样的至亲，哎，李继龙，他大舅子。就这么着，当年的三月份，李继龙几乎与王继恩同时从开封城开拔出征啊，他的任务简单明确，就是击溃李继迁，甚至擒斩李继迁，必须将之在党项的势力连根拔起。军队都派出去了，那可真的两线作战了。开封城里的大宋皇帝赵光义变得沉默了，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李继迁、李顺那是他眼前的敌人，那还有更大的隐忧让他接近崩溃的边缘呢。怎么办？为了避免亡国，难道他真的要那样做吗？赵光义的头脑告诉他，他必须那样做，可是只要稍微那样想一下，他都会痛不欲生。他不懂啊，为什么上苍一定要这么折磨他，越是骄傲自尊的人就越是要忍受这样最不能忍受的屈辱。这个威胁在哪儿呢？北方的死敌辽国人，谁敢把他们忘了？自要这个时候辽国人突然出兵趁火打劫，宋朝就是三面受敌，局面立即崩盘。赵光义这边是不寒而栗啊，想来想去只有两个办法能让他躲过这一劫。一个就是祈求上苍让辽国人突然之间集体失明，宋朝出了什么事他们都视而不见了。另一个就是他心底里不由自主升起的那个办法，而且这个办法如果要用，那么就必须得快，晚一点儿都会失去意义。但是他真的不甘心呐，他祈祷着奇迹能出现，那就是李继龙和王继恩能迅速的结束战斗，把四川和西夏在短时间内全部搞定，这才能让辽国人在根本上断绝幻想。但是话说回来，谈何容易啊，王继恩面对的是遍地的烽火呀，要全都浇灭必须得用大量的时间，要不然就得用上非常手段。所以为此赵光义下令把剑南、东西川是吧，还有陕路、株洲，上至官吏，下至黎民，不是你们都欠朝廷什么赋啊、税啊，你们都欠这些东西吗？钱的、物啊，一笔勾销，以前的咱们全都不算了，重新来过行吗？从心底里瓦解起军的斗志。起军为什么？就是因为交不上这个钱了，穷的不行了，吃不上饭了，打呗。啊，那现在呢，我什么都不要了啊，我就让你们当个顺民行不行？另外严令王继恩不许在外围恋战，直取成都，擒贼擒王，先把李顺给我抓住。而李继龙呢，他面对的就是苍茫天地无边的大漠，你去抓吧。骑着党项骏马的李继迁就是一缕时散时聚的妖魂呢，或许你只有把宋朝全部的子民以及城池原封不动的移植到定难五州，把那个地儿挤得满满的，然后才能在人堆里边把李继迁给揪出来，因为这时候他动换不了。很荒诞很灰色吧，但是一点都不好笑。就从这时候起，宋朝君臣齐心协力的开始和时间赛跑。
王继恩在蜀川大地上攻城拔寨，一路势如破竹，直奔成都。李希龙在唐代时的参天坎道啊，灵州大道上，同时也是古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上快速突进。他的目标先是夏州，这是定难五州的中心点，正是由于戈壁荒漠的庞大，才更要占据中心，四下撒网。只不过他的大军才动，西夏方面就得到了消息，等待他的是一个更加迷乱甚至敌我难辨的局面，远远不是能用马刀就能解决的问题。至于说皇帝赵光义嘛，他在开封城内努力地平缓着呼吸，镇静心神，他必须精确客观地计算眼前以及之后的每一方的每一时刻的战局发展，来判断在什么时候去做那件让他生不如死的决定。西南西北两战区同时开战，但动作最快的人却不是李继龙和王继恩，而是宋朝定难军节度使兼辽国西平王双料高官两面派李继捧。嘿嘿，李继龙刚出国境，他的人就进了开封了，对宋朝皇帝说，呀别来了别来了，他的保级弟弟已经非常乖了，尤其是非常听他这个大哥的话，完全是宋朝的忠实臣子嘛。至于灵州，哎呀你看，太抱歉了，哎呀，保级知道错了，正在改正嘛，您给他个机会啊，为了担保是吧，也为了预先感谢您的仁慈，我特意贡献50匹党项战马，您笑纳您笑纳，您开恩您开恩。赵光义的回答是什么呀？李继龙，给我再快点速度，给我杀掉过去。李继龙的速度更快了，李继捧的反应是更加快更加复杂。他的第一个反应，带着亲戚搬着财产到了夏州城外啊，再不在城里待着了，神经病。第二个动作，派出了亲信手下李光作去找谁了？找李继迁去了。干什么呢？把宋朝的所有行动都告诉自己这位好兄弟了。这就是他为什么忙乱的根源，生存那是需要智慧的。他此前做得非常好，当时的西夏里小千千宋朝辽国哪个他都惹不起，他脑子灵光一闪，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惹他们，和他们全都做朋友，难道不就好了吗？于是他就有了大宋的官职，也有了辽国的头衔，还和小千千也重归于好。但是好日子就这么短，大宋发兵了，他以前有多好现在就有多糟，最起码他还是得保证李继迁的安全，小千千一旦落网，他第一个就得被供出来。还好信送到了，他也到了城外了，随时都在观察着李继龙的进度，随时也都能跑啊，你就知道他为什么把东西都搬出来了吧，方便逃跑，似乎很安全了。可是他万万没料到，就在宋朝的大军还离他很远的时候，一天夜里他的营盘突然被人给袭击了。哎呀，这是怎么回事？突如其来，而且对方非常熟悉他的建制和部署，完全没法反抗。慌乱之中，他一个人逃回了夏州城，所有的亲信外加财产全部都被敌人一抢而光。在夏州城上，他四处这么一望，才看清楚外边的敌人究竟是谁。嘿，他那好弟弟李继迁呢？李继迁敏锐而现实，他对自己的前途不抱半点幻想，暴风雨就要来了，那为什么不给自己多加件衣裳啊？何况他的哥哥还搬出了夏州城，主动在城墙外边等着他来抢，这好事不干谁干呢？对不对？吞下了这一口，就像吃进了一块人肉，自己人的血脉更快的融合了。来吧，李继迁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毕竟呢，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承受国家级的打击。但是他发誓要挺下去，哪怕是在草原上中年游荡，或者是以别的什么方式，他都得咬着牙挺住。这些事儿呢，都发生在宋军赶到之前，但还不是最终结果。当天夜里，李继捧在夏州城头眼睁睁看着堂兄弟李继迁带走了他所有的家当，转过身来就发现城里原来的部下们也都变成了敌人了。他被关进一间小黑屋子，被告知啊，你会活下去的，直到宋朝的大将军李继龙驾到。完了，哎呀，李继捧心的话，这真是众叛亲离，身份曝光啊。李继捧在黑暗当中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命运，等待他的必将是死亡，还有比死亡更悲惨的屈辱。回首从前，是什么让他从定难五州之主、党项人至少在名义上的君主落到了这步田地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现在的李继迁，一直在苦苦挣扎，但是人家活的是生猛痛快啊！只因为他一直都在投靠嘛，都在找人来保护他嘛，就输在了没有一根坚硬的脊梁骨啊，变得一无所有，连最起码的尊严都丢光了呀。等他再见到光明的时候，他看见了宋军征西主将李继龙。
宋军其他的将军们暴力戏谑的眼神里边都明白无误的透露出一个杀字，可是李继龙只问了他一句话：你叫什么名啊？那一天李继捧是颤抖的说出了三个字：我叫赵宝忠。好了，既然你知道你叫赵宝忠，这个事儿罢了。他的生命被延长，李继龙下令把他打入监车，押送开封，交给皇帝处置。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李继迁和银州城了。李继龙驱动大军杀了过去，但是还没到他就胜利了。为什么呢？李继迁呢跑了，银州城啊投降了。接到这个消息，李继龙的心情瞬间恶劣到了极点，最坏的事儿发生了。他可真没料到这个李继迁竟然这么的聪明，而且敢于决断，把偌大的银州说扔就扔，老巢老家通通不要，这样都不如大战一场弄个两败俱伤。那样的话呢，宋朝的援军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西夏助战，而李继迁的人死一个就少一个，直到最后死光了。但很明显，李继迁也看透了这一点，他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彻底的选择了逃亡。从此茫茫大漠草原，塞外无边大地，你怎么抓他呀？抓不着了，没办法。李继龙只有收拾心情，准备开始下一步的追击搜捕。可就在这时候，从开封传来了新的命令。命令的内容过分的强悍新颖，让见多识广的李继龙李将军都大吃一惊。虽然赵书上说这样做可以让西夏的问题一劳永逸，但是他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皇帝和首相吕蒙正决定把夏州城毁喽，城里的百姓都迁到别处去，这样西夏叛党的一个重要据点就没了。以李继迁的能力，他也绝对没法再筑城。他不是能跑吗？好啊，这下子跑了和尚，但是也丢了庙了，我看你哪儿多哪儿少啊。李继龙出了一身的冷汗，不为别的呀，朝里边的大佬们呐，你们在朝堂之上拿自己的生活习惯去衡量党项人，你们是吃撑了吗？啊，没有城，李继迁有帐篷啊，大不了反祖的彻底一点而已，可是我们汉人却得要城，有这个夏州在，我们就可以驻军，就能在定难五州里扎一根钉子，让李继迁想到哪儿都得绕道，时刻小心被绊倒。李继龙火速写好工作报告，不仅反对拆毁夏州城，而且建议在银州夏州之间的南界山附近再增设一些土寨据点，把势力加厚，这样逐步蚕食，就能把西夏一点点的变成内地的州县，最起码有了他们还能切断叛军的粮道。但是朝廷的命令马上恢复，李将军呐，一切行动听指挥，你的任务是抓住李继迁，其他的你都不要管嘛，为了照顾你的面子，这次你的工作报告我就不公布了。于是夏州城昔日威名赫赫的统万城，由匈奴铁佛伯赫连勃勃在公元413年驱使十万人昼夜不停，历时六年才铸就的，连铁锥全力穿刺都不能入墙一寸的空前坚城，就这么被拆毁了。而李继龙的下一步行动在历史的记载当中却查不到了，在他个人的宋史里没有，在续资治通鉴长编里没有，里边只说他曾经回答自己的部将说：今宝吉远窜，千里穷尽，难于转饷，以养威持众，未以轻举地啊，未以轻举也。他在强调没法有效的追击，真的在戈壁草原上兜开了圈子，会把自己先饿死累死，不如保持攻击态势在银州城里边待着。但是查不到他在什么时候退的军啊，历史上没有记载，也或许四月间他拆毁了夏州城就退了。因为在他的列传当中啊，有继而继迁遁去秦保中一线，这个记载似乎呢说他亲自啊向天子献俘请功。那么他回师的日子就是在五月，那时候赵光义亲自问责李继捧啊，李继捧的认罪被封为右牵牛卫上将军啊，右醉侯。但更可能的是呢，他一直留在西夏很长的时间，因为在这之后的三年的时间里，当然李继龙不可能三年一直驻军境外啊，反正就这三年里边吧，李继迁都非常的乖，不停的向宋廷呢请罪送礼，讨好宋朝的皇帝。李继龙的军威还有宋朝拆毁夏州城的决心都明显把他给吓怕了。但是不管怎样，宋朝没能如愿抓住李继迁，
胜利了，但是局面也已经恢复到了当年赵普送李继捧回西夏牵制李继迁之前的老样子。这玩意儿算胜利吗？重心转向大西南，蜀川方面的王继恩成为焦点，他和副手曹袭分两路合击成都，一路快速突破，行军途中顺手牵羊一样派出了几千人啊，去这个梓州援助张庸，结果20余万起义军瞬间崩溃了。回到前面那个问题，起义军的战斗力急剧的下降，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毛病就出在最核心的那个人身上，就是李顺。在历史评价当中啊，由于他攻破了成都，建立了政权，人们普遍把他的成就定位在王小波之上。但是纵观李顺这人一辈子，他就是一只烟花，在绽放的最初的一刹那就已经散发出了所有的光芒和壮丽，在之后的所有时间里都只是剩下来的空壳子而已。攻下成都之后啊，他还真把自己当成皇帝了，不管前线发生了什么事儿，他都始终坐在成都城里，让自己的同伙去给自己挡灾去。你再看看历史上成功的那些个农民起义者，刘邦、朱元璋甚至李自成，他们从始至终几乎都没有脱离过战场，尤其在最关键的几个战役当中，他们都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起义者的低端装备和战争素养决定了，想成功想生存，你必须得迎着刀往上冲，身先士卒。李顺在玩失踪，你再看看农民军的战术。王继恩入川之后，一路行军攻城拔寨，直到打到成都边上了，都没有经受过一次大规模的兵团决战。起义军的城池与城池之间根本没有联系，随便宋军一一击破，就像他们没有统一的建制一样。就这样的防御，比当年的后蜀孟昶都不如啊。5月6日，宋军抵达了成都城下，今日攻城，11万起义军被当天击溃，3万余人当场阵亡，成都陷落，一天都没撑下来。这就是这一场起义的橙子，以饥寒反抗，因富贵失败，他们一点都不壮烈。吾既贫富不均，今为汝君之啊，这是王小波起义之初说的这么一句话呀。他的经世之言是言犹在耳啊，可惜早就被大蜀王李顺扔回了青城老家去了。多么美丽的梦想啊，曾经那样的让人怦然心动，但最后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记录，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的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王小波起义就此结束，不管当天李顺是不是真的战死了，还是下落不明，在30多年以后才在广州被抓遇害，这都已经无关紧要了。王小波起义彻底失败。时光流逝，到了宋淳化五年，公元994年9月，这个时候距离成都的陷落已经过去了近4个月，距李继捧被押送京师，李继迁弃城逃亡同样过去了4个月。宋朝皇帝赵光义坐在开封城的皇宫里，把人都赶走，他得静静的想一想，这个时候与开战之前到底有什么不同了。说西北似乎很成功，在7月间，李继迁派自己的亲弟弟李延信进京上贡，轻言拿不出手，带来了好多匹上等的党项骏马，并且正式谢罪。在谢罪的表文中，坦率的呢率先表示自己应该把这段记忆删除，为了诚意呢，他自称仍然是赵茂吉，也就是说他在强调他仍然是宋朝的臣子。哎，此人竟然投降了，哎呦，够诚意也很有面子。赵光义决定要给臣子改过的机会，他回复诏书也以赵宝吉相称，等于啊就同意了李继迁的认罪。似乎这场战争没白打，但是你仔细想一下，李继迁叛宋的最重要的两个象征，辽国的义成公主和西夏国王的头衔可仍然留在李继迁身边啊，哪样都没有向辽国退货呀。这就是输赢的真正结果，李继迁的脚仍然同时踩在宋辽两国的船舷上，什么都没改变。一定要查一下真实的得失，那么灵州已经安全了，虽然那是暂时的。再看西南，赵光义的心情和他大哥当年一样，因为王继恩这个大太监也完全复制了当年的王全斌。他进入成都之后，纵族剽掠子女玉帛，杀人如戏谑，把蜀川百姓彻底激怒，结果成都城门10里之外再次的是遍地烽火。那么这一次王继恩是否能够再次平复叛乱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各位，你想跟大禹交流吗？
你想跟大禹辩论吗？你想给大禹指出错误吗？你想骂那孙子吗？来微信吧，微信搜索订阅号大禹茶馆，哎，就能实现了。记住啊，禹是宇宙的禹。